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桃竹新闻，带您一起来关心这个礼拜在桃园以及新竹的地方大小事。首先看到桃园，桃园市警方就宣布在桃园区成功路与三民路口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释放场域，已经完成测试跟验收。7月1号开始会有16处的科技执法设备，针对驾驶人闯红灯、违规回转、占用停车区，加强科技执法取缔。后续会依照执法的实际成效陆续推广设置。根据警方的统计，在桃园区成功路与三民路口为不对称的散射道路，110年该路口 A2、A3 交通事故就发生超过100件以上，是全桃园事故排名第一的路口。经过评估后，也设置了多功能科技执法，7月开始就会正式开罚。桃园区成功路与三民路口是不对称的5项涉散路口，警方统计去年在这个路口大小交通事故总计上百件。也是全桃园市排名第一的路口，为此在这个地方建置多功能科技执法示范场域。16处科技执法设备包含了有侦测路口未礼让行人2处、机车位移规定2段是左转2处、闯红灯6处等。藉由科技执法，会导致民众驾驶习惯，降低事故率。此外，警方也在各路口前方设置10面固定式科技执法警告标志，7组 CMS 可辨识资讯唱板。同时，为了预防行人交通事故，在成功路右转三民路口的德来幼稚园面前，建置一套雷达车辆预警行人系统。当车辆接近穿越行人穿越道的行人时，电子看板可以立刻显示，并发出声响提醒行人左方来车，借以维护行人安全。警方还说明，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民众驾驶守法、行车有序、安全交通环境，也提醒民众行经路段必须遵守规定并受罚。记者林瑞峰台湾报道。历经30年，新竹市公道3星辟道路工程终于在25号正式通车。未来民众往返台68线以及国道3号，行车时间更快更安全。新竹市副市长沈惠宏与立委柯建铭都出席这一场通车典礼。沈惠宏感谢原本居住在这条路的78户原住户，因为有他们的成全，公道三路才能顺利辟建与通车。新竹市公道3星辟道路25号上午正式举行的通车典礼，为了民众开车从台68线往国道3号的方向，将会更快速跟便捷。通车典礼上，新竹市副市长沈惠宏充满感动跟感性，他感谢原居住户的配合，有他们的理解，才能够有这条路的诞生。短短500公尺的一条道路，等待了30年，不容易，但我们做到了。所以完成任何困难的任务，我们新竹队会做事，我们也很愿意做，达到市民的期待。那今天很感动，但是更感动的是我们的居民、原住户、里长还有议员跟新竹市的团结，才能成就这样的公共建设。公道三从30年前被提出来，历任了5任的市长，最后在林智坚的任内完成。林智坚指出，上任之初就提出要兴建公道三的政见，没有钱就找钱，没有法就修法，希望穷尽一切的努力来打通这条关键的道路。我当时告诉同仁，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打通，再多的困难我们都必须克服，没有钱我们找钱，要修法我们提案子到议会来修法。公道三路的辟建也是附近居民非常关注的事情，原居住户的民众看到崭新的马路，不只可以会车，同时也拥有前卫的共通管道设计，民众都觉得搬家的辛苦跟付出非常值得。现在看到这条可直通上高速公路的公道三可顺利完成通车，我想每家人搬家的辛苦跟累都值得了。
过去民众开车走台68衔接景观大道，中间必须要转延平路、经国路才能够通行。如今公道三新辟道路通车，以后民众可以直接通过，除了可以降低台一线的车流量之外，也让新竹市的外环道路变得完整。虽然只有短短的500公尺，但重要性不言可喻。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外加暑假到来，为了提醒大小朋友玩水戏水的安全，桃园市体育局特别和消防局合作，举办桃园市水域自救观摩与宣导活动，希望借此让大家了解水域活动安全的重要性。每到炎热夏季，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玩水消暑，暑假又快要到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进行水上活动，或是三五同学相约到海边戏水。为了宣导水域安全的重要性，消防局和体育局特别举办了桃园市水域自救观摩和宣导活动，希望借此让大家了解水域活动安全的重要性。希望说好在暑假哦，那民众很多会参与水上的一些活动，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水域自救宣导，让市民朋友哦可以，如果不小心真的遇到溺水事件的时候，可以知道怎么自己保护自己，然后自救，以及保护其他身边的人。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市民朋友们有更安全的一些好运动观念。消防局中路分队在桃园夜路生态皮塘进行演练，让大家知道如果在玩水戏水的时候遇到落水或溺水该如何自救。所以在这边就是呼吁大家，就是戏水的时候一定务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记住那个防溺的五步骤：叫、叫、声、抛、划。那第一个叫就是大声的呼救，然后第二个叫就是我们赶快打电话给119、118、112，然后深的部分就是请大家可以抛出我们的手边可以拿到的救生圈，或者是说一些长竹竿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做一个岸上救生的动作。然后抛的部分就是可以抛出我们的救生圈，或者是可以利用的自制的浮具，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衣服或者是用裤子，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自制的浮具。然后滑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利用手边有的大型的浮具，然后来做一个滑向那个溺者的一个方向。天气炎热，玩水戏水不可避免，但要随时注意自身安全，牢记救溺五步，防溺十招，来保障自身安全。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每年年底桃园最火热的路跑活动石门水库风半马，因为受到了疫情影响停办一年，桃园市政府体育局就宣布今年将恢复举办，除了规划出全新的赛道，结合了运动、美食地图以及创意影片的竞赛，希望透过地图分享各风景景点，依照影片的浏览率或是按赞人数，最高者分别获得奖金，总奖金高达110,000元。体育局宣布2022石门水库风半马在12月3号石门水库正式开跑。记者会上邀请了国内顶尖长跑运动员周廷印担任活动大使。停办可能就是受疫情影响，大家可能也会停练嘛。那停练想跟跑者讲，就是刚回来还是不要，建议跑者不要太急，就是按部就班，慢慢的来，不要说一下子就想要恢复到之前的水准这样子。对，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对，官方也说明这一次赛道会重新规划，分为路跑组以及半马组，搭配新增的爬坡王赛制以及个人奖项，活动总奖金高达420,000元。这次的特色，我们规划全新的赛道，有7公里和21公里的。那除了竞速以外，还有比爬坡的速度，所以有一个爬坡王的比赛，在1.2公里到2.2公里，高程从165到265，爬高100公尺，比赛爬坡王，不管是竞速或者是爬坡，都有比赛，都有奖金。那另外，也有一个创意的影片比赛，那一样是有奖金。路跑运动不仅带来自信以及快乐，更能够提升自我健康，不但可以欣赏到石门水库的沿途环境美景，同时大会也新增了影片竞赛活动，依照创作者的影片浏览率发放奖金。这次呢，我们也有创意影片的部分，那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发挥创意来拍摄一些相关的一些美食地图，然后景点，然后宣传，我们协助我们宣传这次的石门水库风半马。那
影片的点阅率和按赞人数最多的话，都分别会有奖金，那总奖金高达110,000元，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踊跃来参加。报名参赛，不同组别也可以获得不同的物资，包含有运动背心、专业跑帽、运动毛巾等。活动开放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9月12号，额满为止。久违的桃园运动盛事重新举办，欢迎有兴趣的跑者踊跃报名参加。记者袁峰，桃园采访报道。新竹市的乡村社区附近都是青山绿水，环境相当清晰。最近，元培医事科技大学茶陶文创学系硕士班的14位同学，在师长的带领下进入乡村社区，利用社区的天然优势发展社区营造。学生们的设计具有在地特色的陶艺课程，也有人设计扩香瓶或者是设计健走课程，希望能充分利用乡村社区的自然环境，发展可以永续经营的社区营造。由陶土捏成的羊妹妹跟青蛙，外表看上去非常可爱，但它其实也是新竹市乡村社区的特有社区元素。为了帮助社区永续发展，元培茶陶文创系研究生曾雅彤设计了一套陶土课程，帮助社区发展舒压的产业元素。课程设计我是做那个泥塑的部分，那我就设计了一个品牌叫立志羊跟卡哇伊，那也希望去推动乡村社区的产业链的发展，让学术研究走入社区。元培医事科技大学茶陶文创系助理教授高瑞阳最近带着学生到学校附近的乡村社区发展协会，利用学术的理论基础为社区找到永续经营的方式。那这议题的过程，因为14位同学其实蛮多的，以研究所来讲，所以我们就分了4个组别。那4个组别里面，我跟他们讲，你们必须去帮社区设定一个他的社会企业永续经营的商业模式。不只有手作捏陶的课程，14位学生当中还有人提出扩香瓶、走读健走课程的设计，充分利用乡村社区的天然资源，希望让乡村社区有更好的发展。针对到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资源，就是茶花的部分，那希望以茶花去做延伸，那去做一些永生花，然后再去融合精油跟扩香石，然后带来给大家疗愈的一个课程。那我设计的这个健走课程呢，其实也结合在地的一个风景文化特色，那我们会深入带大家深入走入我们的香山地区的一些生态景观，那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历史背景的一些风景。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坐落在乡村社区的隔壁，研究生来到社区互动，也运用他们的所学贡献在社区发展。乡村社区发展协会也乐观其成，希望彼此协助，让学生的学习涵养跟社区发展共同进步。那是想说可以融合我们乡村社区的一些在地的一些不管是文化产业文化也好，或者是人文地理也好，那我们来做一些就是在针对农村改造这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一些收获这样子。在接触茶陶系的话，这些学员们都可以实际的操作捏陶啊，做一些茶艺的动作、茶道的动作，让大家可以在退休生活中可以一个不错的去处。所以这边打个小广告，我们6月26号我们有做一个成果展，请大家可以在鼎福活动中心那边一起来参与。台湾发展社区营造行之有年，但想要找出一个值得发展的在地特色，其实更需要集思广益。乡村社区有了研究生团队的加入，相信可以为乡村社区的发展擘画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为了纪念新竹市议会正在船老议长普天公15年前捐赠的在船号消防车，不过这些年过去，车辆逐渐老旧，也面临要汰换的可能。为了持续表达对父亲的尊重与思念，郑家后人决定再捐一台全新的双舱式消防车，并且命名为在船2号，希望可以让老议长的名字继续来守护新竹市民的安全。
消防车的鸣笛声响彻云霄，象征这台全新的双舱式消防车加入了消防救灾的行列。一家在地深耕多年的建设公司，为了表达对正在船老议长的思念，特别捐赠了这台载船二号给新竹市消防局，提升消防员的出勤行车安全。我们在民国97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普天宫在庆祝40周年庆，特别呢捐赠了载船一号，纪念我的父亲。那因为隔了15年了，这些车子也老旧了哦，所以我们跟大雁建设董事长郑建家，还有我们的总经理张学，我们两代人一起来做善事，也是纪念我的父亲郑载船先生，所以取名载船二号。我们希望以后还有3号、4号更多。新竹市长林智坚也代表了市政府出席了这场捐赠的典礼。林智坚指出，近年来投了3.9亿元的资金，改善跟提升消防局的环境跟救灾设备，人员编制也逐年增加。但这些资金当中，有很大部分来自于社会企业的爱心捐赠。这几年来，智坚担任市长哦，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市民的公共安全能够提升哦，在消防人力上做了大幅的提升哦，从原来的224位哦，增加到306位哦，那人力增加了82位。那为了要让消防同仁执行任务哦，能够更充足的人力，所以我们在近期又在逐年哦，编列预算要来增加人力哦。那不仅如此，在8年的期间哦，我们投入在这个各项消防车及设备的经费哦，将近3.9亿。那一部分是市府自己编列，那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的捐赠哦，就像大雁建设一样哦。已经投入消防工作长达15年的载船号，随着设备的老旧，已经达到了要被汰换的年限。但如今有了载船二号的加入，正在船老议长的名字将不会消失，而是会持续跑在新竹市的大街小巷，守护新竹市民的消防安全。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民众期待已久，新竹县优派2.0终于在6月27号正式上路，目前已经启用竹北市共35站270辆车，8月底前竹北将在完成15个站点130辆车，预计会达到100站规模。另外，在112年竹东镇新丰乡以及湖口乡也将新建至50站，以提升民众生活品质，改善交通便利性。许多民众引颈期盼的新竹县 U-Bike 2.0 正式上路喽！6月27号特别举办了启用记者会，由县长杨文科与微笑单车公司董事长刘丽珠共同启动竹北市35站共270辆车，正式宣告新竹县通学通勤更方便。低碳永续城市，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今天特别推出这个 U-Bike 2.0。那我们今天在竹北市，先35站270辆的自行车，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设50个站点，然后400辆的自行车，明年我们会在竹东、新丰、湖口，也是会继续设50个站，400部的自行车。那我们为了要让大家，在通学通勤方面能够更便利。所以我们是先广后密的设站的一个原则。新竹县 U-Bike 骑乘费率已经由县政府、市政府以及科管局三方取得大新竹生活圈共识，骑乘4小时内每30分钟10元，4小时至8小时内每30分钟20元，超过8小时以上每30分钟40元。为了鼓励民众多加使用，县政府也推出骑乘补助方案，要增加民众使用的意愿。我们6月27号启用之后，我们费率跟全国一致哈，就是前4个小时每半个小时收费是10块钱。那县府基于推广的一个原则，我们从今天6月27一直到7月底为止，前半个小时10块的部分由县府到来补贴。
然后八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年底，那前半个小时10块钱的部分县府会来补贴一半，我们希望大家尽量的使用我们这种绿色运具有环保的一个公共自行车，来减少我们骑车以及开车的一个行为。骑单车响应环保还能抽好礼，目前微笑单车也推出大新竹 U-Bike 任你骑活动，只要在大新竹地区各站点租借 U-Bike 2.0， 每骑5次就可以获得1次抽奖机会，奖项包含了游戏主机、百货礼券以及一卡通等等。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新竹是日本海军第6两料厂新竹支厂，有79年的历史，是全台少数二战工业遗迹。阳明交通大学从即日起到7月20日举办六蓝文件展，展出过去那段历史的纪录片、歌曲以及动态文物，邀请民众一起来观赏。新竹市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支厂有79年的历史，是全台少数二战工业遗迹。新竹市副市长沈惠宏特别在6月26号亲自来到厂房基地视察，并同步开箱位于阳明交通大学内的六燃文件展，邀请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欣赏。我们的海军六燃厂经过第一阶段的文化部补助的再造历史现场，我刚刚去看了现场，完全不一样了。从当时的灰暗破落，还有垃圾满地，到我们的整个屋子的倾颓，甚至还有很多树木寄生的状态，现在在第一阶段去年9月份完工之后，已经展现出原来六燃厂自己原来的原貌。那第二阶段的再造现场的经费呢，也已经得到文化部的一个补助2亿多，那设计图也在6月份审过，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发包再施工，尽快的在谨慎而且求真，然后还原历史现场的部分，把六燃厂这一个大烟囱所有的文史跟我们的资料也都能够完整，那硬体也完整。位于浩然图书馆内的六燃文件展，由阳明交通大学赖文淑老师带领的保温木林团队所策划，展出时间将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7月20号。展出内容则包含纪录片、歌曲以及静态文物等等丰富元素，要带领大小朋友深入浅出了解这段历史。一个是叫做保温的六燃，因为我们阳明交大团队已经执行这个保温助战计划4年了，那我们在这边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跟一些知识，跟这个群众跟群众互动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把它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中，大概有将近20几部的影片那大部分都是在2楼的这个展区。那1楼这个地方呢，主要我们在讲的是屹立的六燃，也就是六燃的这个前生今世，就是它怎么样来的，那走到现在将来要有什么可能性。所以在展区可以看到我们甚至有收到这个抢救到的这个屋顶的这个块木那这个块木后来被这个眷村的这个居民拿去做衣橱就充分的展现了这个眷村当时艰困的生活。在大烟囱厂房区完成修复前，民众可以前往保温基地大烟囱下的家参观，更认识六燃历史场域，并亲近理解新竹六燃自日治时期空军工程连队进驻形成眷村聚落的过程与面貌。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因为疫情的冲击，导致许多民众减少外出，连带影响捐血意愿，导致全台血库存量告急。桃园市微笑协会在八德区中永公园举办微笑捐血欢喜救人的捐血活动，希望更多人为公益努力。在疫情影响之下，血库缺血严重，尽管艳阳高照，许多民众还是一早就来排队，为的就是捐血捐血做公益。我都是定时每3个月要捐血一次这样，对，固定。平常就有捐血习惯。那今天来参加活动感觉怎么样？也是一样，就是说，可不可以给社会这样？有关于现在缺血的问题，所以说
我们就大力来推倡。那桃园微笑协会从创立到现在大概有30年，渐渐发觉到说缺血这一块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就大力的从一部车、两部车、三部车到现在的五部车，也连续有3年了。那然后我们推广的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挽袖出来捐血，还有就是有些人都怕捐血啊，然后看到血会晕眩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捐一部血可以，我们捐一袋血可以救一个人，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这个捐血活动。新竹捐血中心与桃园市微笑协会共同办理，出动5辆捐血车，邀请守捐族站出来参与爱心省事，希望年轻族群能热情捐血，让捐血公益向下扎根。每3个月一次的捐血都必须动用到5个捐血车，才能舒缓捐血人的排队。真的很感谢社会大众的一些好朋友、一些企业、一些个人爱心人士长期的来赞助这一次这个捐血活动。我认为捐血活动真的是比较有意义捐血一代真的可以救很多人。10多年来经过这样长期的经营经过那么多社会的企业、那么多的爱心人士的赞助，所以说这个捐血活动是永无止境，我们会一直的经营下去。由在地里长号召企业团体集结大家的力量，做好完善的前置作业，让每袋捐出的热血成为医护人员最佳的后盾。记者林嘉靖、巴德采访报道。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